看过最不要脸的就是中华民国政府，两岸一定要全部开放啦，不要被政治人物所骗啦，所以我会投给侯友宜啦。你们政府哪一个不？哎呦我的妈！假脚都掉下来、啊。而且你们的祖先哪一个不是从中国来的？林思北的精彩表现呢，和红鬼子的助攻国民党有的比哈，直接助攻民进党走上人生巅峰哈。